你开工资来呗。你都不想我没有开的啥？哎，连你都不开了，开工资过去能吃光在家边吃。不开给你。把这菜给了我，给老哥。哦，给了你。嗯。能记住，能记住在那放着吧。啊，那。能记住。哥，我叫去还我买的。他没开工资嘞。你开工资到哪里？你开工资，你不给我的。没开嘞，给你钱。你惦记俺工资领？啊？你不说，你不说那种出现了还给我钱的，你给我呗。我哪钱啊？你不是放嘞？我爸你去压这儿了。那上养老金哪里？养养钱，我这有养老钱，是咱三姐一个人。多点了，嗯，多点了，我七八十了，七八十了，到底多点了？那得七八十了。你就俺说，到底多点，俺说准了，他五二的，他白白你不知道。多点。八十多万了。八十几了。八十六了，你看。知道，一天五年就弄多了。弄了。一天一个样。那怎么办？下天走走吧。嗯。那个先下去，那人家不能骑，人家每天都自己骑的，人家底下还能自己找人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我走了，停。跟多少人一样的？他是哪来的？这往这坐，往这坐。啥路吃嘞？你走路啥路吃嘞？嗯，你说我给钱可抢了，抢了，就是别人走了。我蒙的，是我蒙的。这今天这是这可不是八十六了，今天，你说可不是八十六了。你看这是，这样走吧。走吧，给那个尸体八十。嗯，快的还能跑嘞，这开过两天还能跑来了。来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坐着，坐着。坐着，这玩意儿有什么？这十七八十，过两天又能跑来着。那就是走的挺快，是呗？两天我下班能跑了。能跑了是？嗯。过两天能飞呗？能。还能飞哩？嗯。那还挺厉害还。嗯。过两天能跑了。嗯。这两天你再往来，你看我走。哦，那太棒了。都能不住。精力十足的了，高兴的又吹哈大话的。嗯。然后过两天要那个看能跑的。嗯。偷偷给你买一台来吃饭吧。吃饭。你拿给弟弟收啊。吃啥？这你这孙子愿意吃那个包。我挂上嘞。挂上嘞。你说我愿意。还偷偷给你往这送饭。给买蜜糖，行，要给买糖亮亮啊，嗯，亮亮就吃包子喝糖啊，嗯，哇，好吃呗，好吃，咱家亮吧，彤彤冰乖的，让姑那个在那边也亮吧。那跟姑娘也亮吧，少。嗯，亮了。上河了。晚上。嗯。赶紧回来啊！把我这钱交给你。那你那钱给我。好吧，给我吧。这一会儿又跟人家要钱了，一会儿又把你那养老钱又要给谁了？一会儿算了，你这边买呗。叫买孩儿。嗯。你有多少钱儿？家放给人家。你有多少钱儿给人家放吗？给钱钱呗。那你给谁？给万强。给我几十块钱呢。给万强，我给钱呀。我这养老钱儿撂腿儿的呀。嗯。行。都给你给我，当然你这个买的买。嗯。